為了推廣和表揚傑出義工的表現，我們 Roadshow 再度聯同義務工作發展局舉辦第五屆香港傑出義工獎，並且籌備了一系列名為無私奉獻的行義活動。今天我們來到一間小學，這裡和一班小學生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上午。因為今天來到這間小學那裡，氣氛都非常好，所有的學生都很有秩序，很開心，然後表演環節都非常好看。今次是印象深刻一點的，但是這班小朋友是比較熱情一點和比較開心啲。今天很開心啦，可以有幸咧參加到 Roadshow 咧依個無私奉獻嘅義工活動。公司咧就負責一個攤位遊戲，係掟一啲銀落個彩虹傘嗰度啦。咁佢哋咧都好開心，好中意依個遊戲。咁希望咧將來更加有多機會可以同 Roadshow 合作，做更加多啲嘅義工活動。今天很多謝 Roadshow 同埋義務工作發展局，以及很多個機構嘅義工咧嚟到下咧，將一個關愛和做服務的信息帶給我們的小朋友。我覺得世上最寶貴就不是財富，而是天真無邪的笑容。今天我這個活動在這班小朋友身上完全感受到這件事的魔力。其實做義工是一樣雙向的事，你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，同時自己也得益，而且非常開心的。